综合《湖北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，李世平花季少女惨遭不幸。8月24日，浙江温州乐清20岁女孩赵某乘坐顺风车时失联。25日，警方通报称，嫌疑人已被抓，其交代了对赵某实施强奸并将其杀害的犯罪事实。据救援人员介绍，女孩当时乘顺风车，准备去给同学过生日。期间曾给亲友发消息称司机专门找没人的地方开，随后还发信息趁救命，女孩随后电话关机，家人察觉不对后报警。27日零时滴滴顺风车业务将下线。8月26日11时许。